晚安啦、啊，吃饭了没？八点半 ，Hello， こんばんは。はじめまして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私は TP48 一期生のロです。16歳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ロロ、ガガオ、ガガ你还好吗？嗨，佳玉。Hello, hello, 大家晚安。为什么我的笔打开它就会断掉？为什么？你的眼睛怎么了？嗨。晚安，大家晚安。你看，今天多了个小伙伴，视网膜玻璃破破玻璃，破哎，哦，好恐怖！空包啊！我的希望 TP48 一期生乐乐的16歳，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布丁狗呢？布丁狗，你想看吗？我拿给你看，恐怖，好恐怖哦！想看吗？我是真的有，在那里。可是我应该没有你多。拿呀！等一下，人家竟然想说这台怎么没有那个，没有人。等我。你看我真的有，佳玉，你有这个吗？我有两只，下次可以拿一只给你，很可爱。这是别人送我的。我有这个，这个你应该有。你是说没有这个吗？下次拿给你，下次拿给你。我打字对呀、啊，我还有一个，可是我没有拿出来，因为它被我，我连拿出来都没有拿出来过，把它收起来。就想说那么多只，大家晚安。空巴啦，大家多丢星星给我。谢谢露露，没关系，不客气，不是没关系。也两只哦，真的有两只，布丁狗很可爱。我还有不同的，可是它都是被我挂起来，所以不好拿。来跟大家分享，我今天看了那个《歌喉战二》，好好看哦，实在是太好看了，《歌喉战二》。你们有看吗？
こんばんは。はじめまして、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这里跑好慢。歌喉战二，大家有看过吗？我一跟二都看过了，好好看。嗯，他是出到几呀？歌喉战三吗？还是二？很好看，你可以看网络上找得到。把它放这。哼，人家写东西没有看过，很好看。诶，是他是出到第几集？我看一下。穿长袖不热啊，不热，还好还好。啊，是歌喉战三，还好是薄的。我们要心平气和，所以就不会热。心平气和应该也不是这样讲。板子太小了，要写横的，写横的也写不下。大家多丢点星星给我，谢谢。其实我不知道我们写对。刚刚你这样常看行吗？我们要开一段时间也。大家晚安啦、啊！我今天看，刚刚找了一下，是《歌喉战三》，好好看哦。然后这里面呢、啊，他们有一个对决，里面有一个对决，看里面那个女生超帅，这叫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他。真的要谢谢，看一下你。嗯，谢谢你啦。他之前有演过《恶灵古堡》，我之前为了他把《恶灵古堡》一天全部追完，我觉得好厉害。然后《恶灵古堡》也好好看哦，《恶灵古堡》超好看，虽然一堆恶灵，超好看的。那时候超爱看那个。超爱看电影，而且我们英文老师如果课那一天的进度教完，他就会给我们看电影。那就有时候会给我们看，之前有一部叫什么什么实习生，那个也很好看。好。
有了吗？肉肉就是对啊，今天是什么肉呢？你们觉得？今天是什么肉？没接到，好。有吗？安安啊，嗨，风漏，什么风？哪一个风？哪一个风？嗨 ，Juby， 念 Juby 对吧 ？Juby， 风漏，哪一个风？哪一个风？今天有很风吗？还好吧。哪一个风？是真的你打出来的那个风，还是这个风？每天进来，每天看直播，大家先问说：你们觉得我是什么肉？什么肉？今天没有戴耳环，因为我的耳环掉了，不见了。板豆吃的哪一种？板豆吃的风肉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板豆，说到板豆，你们最喜欢吃什么？要开始聊吃的，今天超热，看来辛苦了，你们也辛苦了，嗨嗨，こんばんは、はじめまして、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今天很热，可是我穿长袖，就是风了，好，我找找看，嗨嗨。疯了，你们也辛苦的呀。疯了，啊哦哦，那我找到了，好酷哦！为什么我会想那个？肉肉吃晚餐了吗？吃了，我吃咖喱饭。我最喜欢吃咖喱饭的红萝卜，其他我都还好。咖喱饭的红萝卜跟咖喱，我都只吃那个笋干，因为我不喜欢吃那种猪肉，就一三层肉那种卤过的，我也不行。不喜欢吃三层肉，猪肉，我觉得猪肉有一种猪味，猪腥味，应该这样讲吗？就像羊骚味，猪骚味，很奇怪的说法，被打到哎、欸，而且它会不歪掉，没关系，它就在我旁边。肥肉很多，我不喜欢肥肉的那个 feel， 所以对，我不敢吃猪肉，而且猪肉如果单吃，其实有些也会有一点味道，所以我不喜欢吃猪肉。我最喜欢吃的是牛肉，再是鸡肉。鸡肉其实有时候有一些味道，你们不觉得吗？我昨天在看滑手机的时候。看到，这突然想跟你们讲，这个话题转得有点奇怪。哎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们不用上班吗？要少吃，不用减肥啦。猪肉没猪味，难道有鸡味？说的也是哦。我昨天肥肉不好吃啊。
我觉得吃起来我会觉得很恶心。我昨天在网络上啊，我就滑滑滑，我就看到国外有人那个专门养蛇的，然后就看到里面就有点兴趣这样，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看，就点进去一直滑一直滑一直滑，然后就各种，他养好多动物，他养鳄鱼，然后有养鳄龟，有养蛇，大只小只的这种，然后他还有养一种就是跟蜥蜴有一点像有关系吧，那个叫什么？叫弓吗？弓。弓。对啊，挑瘦的吃，瘦的。我如果有到一个场合啊，然后一定要吃的话，我一定会挑瘦。可是我也觉得，在那边捞来捞去，就好像有点没礼貌。不礼貌，所以我就不会吃的。我不喜欢给人家挖来挖去，怪怪的。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公，他虽然我一直想要让自己觉得他很可爱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越看他，我就越害怕。因为以前我只怕壁虎，可是到最后不知道为什么蜥蜴，我好像也开始怕了。然后那个公又长得也很像啊，就好恶心哦！它的脚脚很可爱，可以画给你们看。那头就长这样，然后身体瘦瘦的，然后它的脚是圆圆的，超可爱的。可是我还是觉得它长得很恶心。不知为何，我觉得我画的好像。它尾巴是长这样，你们有看过吗？它是这种品种，屁股都胖胖的，它的尾巴是圆圆胖胖的，一尺往瘦肉挖下去就好了。就觉得它好缺德，不会很没礼貌吗？如果别人看到的话，我会担心这件事情啊。如果没人看到的话，那我一定快挖。可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吃竹笋，笋子好吃。我吃竹笋也会挑地方吃耶，竹笋它不是就是这样，竹笋不是长这样吗？它其实到这一个部分，这下面跟这上面长的其实有点不一样，它就越上面，它竹笋切下来，如果一片一片一片的话，它会圆圆一圈一圈一圈的，然后如果煮熟的话，它就一条一条。我比较喜欢吃那个一圈一圈的地方，可是都吃啦，整根竹笋。好吃，好，拜拜，你赶快去休息。赶你去休息，大家晚安啦，こんばんは。はじめまして、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改聊佛跳墙好了啊，佛跳墙我喜欢。有些佛跳墙，它的那个排骨酥，那个炸的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我知道。我吃过有一家最好吃，可是我忘记在哪里。对，没肥肉，然后我还吃里面有竹笋，我还喜欢吃栗子，然后不是还有炸鸟蛋？那炸鸟蛋我觉得鸟蛋炸完就不好吃了。我喜欢吃好吃的排骨酥，然后栗子，然后竹笋。是不是
还有芋头啊，芋头，佛跳墙的芋头我可以接受。芋头我吃，可是要看好不好吃。哪有？有有，好吃哦。こんばんは。はじめまして。私は TP48 期生ロロです。16歳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This is my Insta. Please follow me. 香味的来源，真的吗？可是我真的觉得煮佛跳墙要煮的好吃，其实这个也是要有厉害的技术。像那个糖炒栗子啊，不能，就是喜欢糖炒栗子烂一点的，在佛跳墙里面。我剥糖炒栗子超厉害，而且不用用那个粉红色的来剥，因为我喜欢留指甲。可是指甲太长，剥糖炒栗子也不行，会断掉，会很痛。从小剥到大，然后现在就有在卖那种剥好的糖炒栗子啊，你没有看过吗？那个还不错吃哎、欸。写对吗？其实我真的不知道，我很怕我自己写错。谢谢高桥城的不倒翁，香味的来源。突然好想吃，用嘴咬，好恐怖哦！因为有些用嘴咬是有些剥开有没有，然后没有剥成功，它的肉就卡在里面，那个才要用嘴咬。我们家里那种下雨天会出现一大堆的那种会飞的蚂，就长得像蚂蚁，不是蚂蚁，那个叫什么我不知道。こんばんは、はじめまして、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私は TP48 期生のロです。16歳、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板豆最喜欢吃的是那种。刚开始就上的那种海鲜有没有？有虾啦，可是我不喜欢剥虾。之前有人教那种，就是把虾的哪里跟哪里去掉，那虾整只就可以拉出来，结果根本就没有，他骗人。讲到那个叫什么佛跳墙，就好想吃哦，可是现在很少。过年的时候比较多，谢谢高桥城的爱心。冷盘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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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不过之前吃过好吃的，还有那个什么鱼，很贵的很贵的，那个叫什么忘记了，叫什么鱼啊？不知道。我也很喜欢吃鱼，鱼很好吃。我最喜欢吃鳕鱼好吃，而且要用煎的。猪肚我不喜欢，猪肚我不行，那个我不行。龙胆石斑那一定很好吃啊。深海鱼都很好吃，我真的好想去日本吃看日本的那个寿司，生鱼片寿司。
因为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超爱瓦莎比，超级爱，超级爱瓦莎比。可是虽然很呛，可是很好吃，不觉得吗？然后我发现我最近很喜欢酸的东西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很久没有吃瓦莎比了。之前去那个某一间连锁回转寿司，去他那里吃，虽然他的三鱼片都不怎么样，可是还是会想吃几个。怀孕？问号？什么东西？你在说什么？哎，国宝，晚安。什么怀孕没有啦？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了。Hello， 大家好。こんばんは。はじめまして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谢谢你。哪有？怎么可能？有人天生也爱吃酸的啊，对不对？哪有人说怀孕就爱吃酸的？我想说你在说什么？之前那个，可是我妈都不会让我们是吃台湾的生鱼片，我妈都会阻止我们点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私は TP48 イキセロロです。16歳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This is my Insta. Please follow me. 是特别爱。对啊，应该要去吃生鱼片啊。我觉得其实生鱼片我不喜欢吃，不喜欢吃鲑鱼，我不喜欢吃鲑鱼，不喜欢吃白肉，这样讲吗？对啊，台湾生鱼片其实也不能乱吃。鱼肉我都喜欢，可是我不喜欢鲑鱼。鲑鱼也有一种味道，淡水鱼，淡水鱼没有那么喜欢，很挑哦，只是贵的。我之前有一段时间，好像国中吧，还国小，好像国中那有一段时间特爱看别人钓鱼，超级爱。鲑鱼很腥，我不喜欢那个味道。有人说很好吃，乐乐喜欢吃鱼，对啊，鱼也是肉嘛，对不对？哎呦，乐乐喜欢吃鱼，怎么了吗？我之前看人家钓鱼，就开船出去的那一种，想多了解乐乐为什么，好开心哦。乐乐想要吃吃看，这有一种鱼叫做鬼头刀，你们有没有听过？应该有吧？我觉得那个长得好漂亮，而且石目鱼，萨巴鱼。我一直很想要去那种，我很喜欢看人家野外求生，就自己又想去。我国中有一段时间是童军团，是那时候参加是因为老师，那时候好像是因为老师觉得我好像蛮适合的，然后他就问我要不要参加，然后就去参加了，有冒险精神，真的，我喜欢攀岩，现在不知道还爬不爬得上去，之前国小爬过，然后。可是之后没有参加的原因是因为，要
要加入童军团，它有一个东西叫做，反正就是有点像童军团的规则啦，不是户外的，户内的那一种，那种螺丝钉上去的，因为太多了，我背不起来，所以之后就没有参加了。其实我觉得有点可惜，但还蛮好玩的。我喜欢野外求生那种，你们知道贝尔吗？贝尔应该是叫贝尔，就是国外一个很有名的野外求生专家，他超帅，每次都看他拍，就是野外求生，我就也好想要去玩哦。你们知道吗？之前会听我们公民老师分享他之前去爬山的经验，不知道，没关系，你们如果有机会可以去找找看野外求生 YouTube， 然后你就看到一个外国人，就是他。他就说他之前去山上，公民老师跟我们分享，他就去山上，然后就遇到熊，就看那个熊在抓背，然后就是靠在树上，很可爱，就很想去试试看，感觉很好玩。然后我之前还有看过韩国的节目，他们叫做《丛林的法则》，终于按完了。伊莎贝尔，台湾黑熊，对对对，然后他就在那边抓贝。韩国有个节目，它叫《丛林的法则》，那个也是像野外求生这样，然后就是请一群艺人，然后就去，然后那个我也看好多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喜欢看那个。他们之前还有抓红鱼，红鱼来吃，我觉得哇好帅。他们就是都去海里，因为他们要吃东西，他们都去海里啊，然后他们都会自己做那个鱼，那个叫鱼标吗？喜欢露营，喜欢啊，可是没有尝试过。他就自己做那个鱼标，就一条皮筋，然后就这样射，就这样射，我就超想要玩玩看那个的。手指会抽筋，所以你现在到底有没有在上班？你这样不行哦，翘班。こんばんは、はじめまして、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念这一句都卡卡的。我很喜欢看人家去水里面的影片。我之前也会看国外，是有人潜水，然后去水里面找各种东西，那他就可能捡一堆有的没的，因为你不知道你进去会捡到什么，然后就捡到枪啊、电视啦、手机啦，人家钓鱼的那种鱼饵，那个叫什么，反正就是那个也有鱼签啊，反正就好多好多好多各式各样，还有脚踏车啦，还有各种珠宝哦，墨镜啊，那就好多，我就好喜欢看这种，那种潜到很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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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水里，然后那种很大只的鱼，他就拿那个像刚刚那个鱼枪是吗？那个叫什么我不知道，鱼枪是这个啊，他就这样射，他就戳到那个鱼，那个鱼就在那游走，可是他就绳子连着那个鱼，因为那个鱼枪射出去，所以他就会连着一条线，然后就把鱼抓回来，就看那个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喜欢。国外有好多奇奇怪怪的影片。8点多回来洗完澡啦，辛苦你们啦，上班辛苦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里会跳出来。前几天看新闻，这对啊，现在的地球真的都生病了，大家记得要自备环保袋，那金鱼才不会肚子里都是垃圾袋哦。然后我那时候还看到他，我玩那个乌龟就好可爱，没办法，地球现在已经变这样了，我们也没有
办法可以去救他，我们只能尽我们自己可以做到的范围之内。对，嗯，日本語わかりません。すみません。私は TP48 期生ロロです。16歳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This is my Insta. Please follow me. こんばんは、こんばんは。有时候就很喜欢去看人家野外求生，然后抓鱼捕鱼捕鱼。之前不是还有那种台湾会有一种节目，然后他就会，嗯，就是，哎呀，不知道怎么讲，出外景，然后去做一堆无微博，我也好喜欢去看那种。那个叫什么？刚刚有人翻桌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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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人翻桌，没有人翻桌，有人回来了，关门声，没有人翻桌，放心。露露露露就跟别的女生不一样，这可是露露对，怎么讲艺术？是这类吗？就是我对彩妆我对彩妆这类其实还是有兴趣的其实我的我怎么讲，我的美容，好大的关门声我的美容其实还不错，怎么讲？我的化妆技巧还不错，这样这样这样，对对对，我很可怜。我的就是我还是会有我女孩子本身应该要喜欢的东西啦。怎么讲？好像也不是这样讲啊，要怎么讲呢？我不会讲日文，怎么讲？我要写这个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我真的不会讲啊，是露露姐姐来了吗？对呀，对了，露露有三个姐姐，我给你们看照片，其实我有三个姐姐，这个是我，这个是我大姐、二姐、三姐，露露有三个姐姐。乐乐有三个姐姐，我是我们家最小的，好可爱哦！啊，对了，我有照片，我拿给你们看，我刚刚照。给你们看我小时候的照片，基本技能。对呀，我跟你们讲哦，现在这个时代，女人爱美是天性，男人爱美是趋势。我找我个人的个露露跟姐姐，露露跟最大的姐姐差不多差了哟，八九岁吧，没有吧，八九岁，然后跟三姐差四岁，跟二姐我就不知道，差五七岁，出卖姐姐，我没有要出卖她，所以我是灰姑娘，因为我有三个邪恶的姐姐，露露拍，谢谢，
其实那天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去那，然后就会这么的。我其实那天去那边很紧张，我找不到路的时候比较紧张。那时候我一到捷运站，我就随便搭讪了一个妹妹，然后结果就真的搭讪到了，那就是梦纯，超好笑的。因为那时候我手赖坏掉，我拿到的地址非常的就有点没有那么完美，所以就差点找不到路。然后去那就非常的open， 我要怎么介绍呢？我要怎么介绍我参加 TGC 乐乐适合当模特？我也这么觉得，可是我也好想去走啊！我真的不想讲，我小时候就是臭脸了。那时候脸就是这么臭，我以后一定要去参加模特这种活动。超可爱的乐乐，我再看看。我小时候我还记得可以跟果果一起任何最美的哪有可以跟果果一起，我还记得我小时候超级爱哆啦 A 梦，咦，有我小时候超级爱哆啦 A 梦，你们看，那个扇子就是哆啦 A 梦了。小时候就臭脸，现在要多多比较臭。我记得有。你在哪里呀、这里，这个应该是在更小的时候。我小时候，我觉得我跟小时候没有差哎、欸。你看，有吗？就是小时候也是这样，长大也是这样。没什么变味，这么觉得。我很可爱，之前老起来吧。我之前那个我们辅导课。老师就说每个人都要带那个小时候的照片去，一人带一张，然后只有自己。老师就是要做一个游戏，然后就让大家猜是谁。然后就刚好，因为那一节课时间也不多，就刚好放到我的照片，然后大家都在猜那个人是谁。然后大家要猜那个我小时候就这一张照片，他们就猜这一张。是男生，大家都猜是男生。男生，其实那时候他们猜男生的时候，我有点开心，没有人猜到，没有半个人猜到，没有半个人猜到。我小时候好可爱哦。我今天有一本专属我自己的，还有这个，这照片是这样看，这是我穿裙子的我，
可爱吧？肉肉从小就是这样的，小时候男女长得不会那么明显。可是前面两位同学都被猜出来性别，可是就我唯独我没有被猜出来，人家都猜是男的，超好笑。大家多投一点星星给我呀，拜托拜托。我想要再找照片给你们，可是我刚刚只有看到几本而已。那你应该难过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觉得很开心，他们没有猜出那个人是谁。他们都猜男班上男生同学，全部都猜过一遍，可是他还是不知道我是谁。烂掉了，很可爱耶！咦，这里有这个，看看这是什么？我去看看，等我一下哦，不准跑走哦。太棒了，我没有找到。还好啦，我从小到大被当男生呢、欸。我现在也这么觉得，我是 TP48 大家的小男友，小男友是我。我觉得当女生好麻烦哦。你们不觉得吗？こんばんは。はじめまして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对啊，还有法法，可是我觉得法法是真的有气质的那种。我的气质还在找。我的气质不知道去哪里呢。你没有看到他吗？妻子，你们知道闪逆是谁吗？我比较想要就是像他那样，我还蛮喜欢他那样的风格。不一定哦，其实我不知道，我希望可以穿裤子。我可能跟法法打架，给我！让法法听到，嘘，应该是当垃圾丢掉了。那我等下去把它找回来。我的气质，还我！来看看，我也想看法法直播。法法好帅哦！法法画这样好帅哦！法法好帅哦！大家多丢一点星星给我。嗯，真的吗？可是我怎么听说有？大家多一点嘻嘻给我，多就是。
嗯，你们今天晚餐吃什么？其实我今天晚餐一直很想吃便当，可是便当没有开，好吃的便当没有开。烤嫩排，超好吃的。我那天跟大家分享有一间很好吃的便当店，在捷运站什么站忘记了，我看看，好吧，你以后就可以知道了，我们要敬请期待。好香哦！我 get 到那个 get 到品涵同款，不同款是什么？同款，我 get 到品涵同款。芒果其实我不能吃太多，我的体质不适合吃太多的芒果。我 get 到同款了，你看我也有。我等一下，好香哦，你们闻。哎，欺负你们，我觉得应该是你赢哦。嗯，不好说，我们真的敬请期待。大家多留言。我会跟你们聊天的，大家多留言。再给你们看看以前臭脸的我，这是2005年吧，我在这里，看不到。我以前就是真的臭脸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个夜真的是从小到大都是这样，夜真的是万能的，时尚的时候也可以夜。嗨，杰克，把裙子缝成裤子，哎，这个主意不错，我喜欢。不错，我觉得不错。大家可以丢信息给我哟。哦，杰克，我们刚刚在分享露露小时候的照片，今天没他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礼拜一也没有。我真的觉得我小时候很可爱。害我好想拿我幼稚园的毕业典礼来哦！我还记得我有一次，我是看谁的毕业典礼我不知道，反正我们就全部的幼稚园都要出去表演这样。然后但是因为老师，因为我妈咪说要给我买口香糖，那时候是小时候嘛。小时候就爱吃糖，然后我妈说要买口香糖给我，可是没有，然后就当场在那个表演的地方哭出来，然后老师又抱我，怎么了？我说妈妈说要给我买口香糖，她没有，超好笑。我还记得那个星星是什么意思？豆腐字星星，嗨，晚上好，米，你好。啊，对了，你现在跟他们打招呼，嘿。哎呦，
幼稚园的毕业纪念册，我还记得那时候很好笑。晚上好，那时候很好笑。那时候摄影师，因为你看刚刚的照片 ，NG 词，刚刚的照片露露脸，其实很丑。然后那时候那个摄影师就要拍照嘛，然后他就说笑，然后我就说，他说笑，笑。然后我就真的笑了，他就说你没有笑，然后他就开始逗我笑，然后我最后那个照片拍出来是那种憋笑，要笑不笑的样子，很好笑。小时候还梳那个头，看起来真的没有头发。我的毕业纪念册，你们想看吗？可是我不知道在哪里，有可能找得到，有可能找不到。我在谢谢你，啊，谢谢你，没有哎，抱歉，今天有点忙，没有时间。烧掉了吗？要毁尸灭迹？什么东西？你说我的那个吗？我可能要找一下，你们要看吗？我去看一下哦，我找一下哦，很快哦，很快哦，等我哦。太棒了，我不知道在哪。我不知道在哪，因为之前仓库整理过了，所以就不知道丢去哪了。可是我知道我的国中毕业纪念册跟我国小的毕业纪念册在哪里，可是那个就不给有人看了啦，因为那个真的是黑历史。不给你们看国幼稚园的那个还可以，可是国小国中的就不行了。九点前下，可是我十点，为什么要把毕册烧了？那个是回忆啊，那你当初干嘛买？虽然真的是黑历史。到底去哪了？我记得我幼稚园也很可爱。我幼稚园啊，好多可爱的照片，我下找看，然后下个礼拜再给你们看，期待。知道黑就好，想看吗？不给你们看，那个就真的不行，国中跟国小的不行。咦，我国小啊，我有国中的照片呢。我有国中毕业纪念册的照片，那时候拍哦，我应该说那时候我就开始准备在拍 Vivi 的姿势了，因为那时候国中就想说我要怎么拍的好看时尚这样，没有啦。然后那天就在家里对着镜子一直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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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去学校就摆，拍完好，没有很满意，然后。就过了好久之后就拍 Vivi， 我就说应该还可以啦，露露可以的啦，露露，我可以拿那个国中的照片给你们看，等我。我找一下。不知道在哪个盒子里，三天两届，好帅！这是什么？偷存档，这样不行哦。
我七岁的长得跟现在差不多，我幼稚园的跟现在长得也差不多啊。好像不在这个盒子里。晚安，健健，好久不见啦！我找找看哦。哇，这照片啊！是我的珍藏小盒子。我有个癖好，我非常喜欢的收集卡片，可爱的卡片，而且是很多，非常的多，多到一个不行，而且是没有写的那一种，很可爱耶。而且我还喜欢收集贴纸，阿 K 开，你要懂了吗？我真的很喜欢收集卡片，可以跟你们分享，很可爱哦。嗨，健健，这个是可以刮开的，就是这里可以写字，然后刮开这里，这个很可爱。我很喜欢收集卡片，这个它是双子星，双子生的时候我可以写这个给他们。不错吧？我喜欢收集贴纸，这个贴纸很可爱，是动物了。什么东西？啊，找到了！这是我国中的毕业纪念册里的照片。好丑哦，有看到吗？这就是肉肉。我们班真的超夸张，我们班是那种一说要拍照吧，家里家当全部都搬过来，你的化妆品啦、定型液啦、吹风机啦、离子夹、离子烫啊，全部都好瘦，哪有？虽然我现在胖，真的。我希望我可以回到那时候。哼，好多卡片。那个照片我知道啦，那个照片是那时候同学就刚好拍照啊，然后我就这样页了一张就拍下来，结果就换头贴了。这个也很可爱。我喜欢收集贴纸，有点励志的。装饰贴，你看，有梦想有多远，你就能飞多远，就很喜欢这种这类的。好久没有打开了，我喜欢存一堆奇奇怪怪的。之前还有买那种，我来看看。我之前还网络上看到可爱的贴纸，我还特别去买，可是现在就不知道去哪了。这个贴纸超贵的，有卡片，情书没有啦，没有人呢，好久没看到这种贴纸了，真的。我的贴纸嘞，我觉得那时候很多。我还很喜欢看那种人家写字然后很美，然后写特别励志的那种话。所以我刚看到一段，我自己也写下来。他写说，我们拥有的太少，所以只能用极少的那些去创造无限，然后就画了一个无限，然后就收起来。我很喜欢看这种东西。啊，找到贴纸了，励志的话，不都变长辈图了？哪有？就是早安那类的吗？这超可爱的。
你这个超贵，买了一次就怕了。这冰淇淋，你舍不得贴，因为实在是太可爱了。我只有贴过一个。下次人家生日，下次有成员生日，我就可以拿出来贴了。买那么多贴纸，其实我真的好像都很有哲理的文字。我现在等一下可以念给你们听，我就喜欢看那种。我要先收集起来，然后下次有成员生日，我就可以拿出来贴了。而且我都很可爱，我之前多到还拿盒子装欸，我一盒的贴纸。好，收起来，超可爱的。我是真的很喜欢收集这个，我跟你们分享我的收藏，这其中而已耶，其中一点点而已，其中一点点而已。我记得还有吧，来跟你们分享。我都会储存人家，珍藏人家那些美丽的句子，然后来给自己看，自己看了就会得到一些启发，是这样吗？我来看看哈，我有看过很多很多。谢谢杰克的爱心。我找找看，刚下班不久，大家都刚下班不久，是为了来看我吗？好开心哦！我要跟你们分享，就是，怎么讲？做人就是要做自己。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很好，其实你很好。只是你总是透过别人的眼睛来看待自己，就是我喜欢看这种，然后人家就会写得很漂亮，然后看起来就很舒雅哈。反光看不到，はじめまして、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こんばんは、はじめまして、私は TP48 期生ロロです。16歳、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This is my Insta, please follow me. Hello， 嘿嘿嘿嘿，别哭哭，过几天都不来看我，哼。乐乐也16岁联盟，快17岁了。谢谢 Jack 的500个爱心，谢谢。我喜欢收集贴纸，然后马克杯。其实贴纸有，就是贴纸跟卡片还有马克杯，其实都有在，就是收敛的，不然是真的会很疯狂的继续买下去。然后还有，其实夹娃娃也是。只有礼拜一没看，真的啊！对呀，只有礼拜一没看。我想跟你们分享我的贴纸，那时候真的买得很疯狂，一天都买十几个这样。
给你一点鼓励，让你自己有勇气为自己做决定。卡片，人家写给我的。我喜欢收集人家，也是，就是我喜欢收集人家写给我的卡片，因为我觉得很有，怎么讲，不喜欢丢掉，会收集起来，一定会收集起来。因为这是人家，用心给我的，所以我可以收。卡片，我同学送我的，情人节的，跟同学很好，女同学，三天两件。还有贴纸，看贴纸，可我觉得这样贴纸好像有点浪费，所以就不喜欢。太阿雄。来看你，对啊，他哥哥就在啦，不是吗？谢谢杰克的爱心。现在不是又要断卡？他还在下面呢、哦，真的假的？43分了，我们等一下念排名，然后把板板擦掉，准备一下。哎呀，我的笔嘞？为什么每天笔都在不见？为什么看不到？我帮你去看，我帮你去看。笔嘞？笔不见了。我拿别的颜色。不知道你的水。刚刚有偷瞄两眼。有有水。结果画下去发现是那个麦克笔呀。有你吗？不行。真的很坏耶。哎呦。来晚了，来晚了，大家都来晚了，没关系啦。嘻哈装，一怕。今天我没有看到。这个名字。我们45分了，来念排名好不好？先念排名，好不好？为什么我看到第二名消失了？我这里的第二名消失了。我等我一下哦。老舍，老舍，老舍，我也希望我可以唱老舍啊！第二是你，我这里的你消失了，我要用另一只手机看。我发誓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。我要上排名。啊，我看到你的。不会老舍，我也好想要学老舍。我小时候有自学过，
不是不是学过，自己就是自己听音乐，然后就能背起来，然后就开始在那边。我比较喜欢那一方面的，可是我念不起来，舌头会打结，非常的难念。我们五十分开始念。什么是饶舌夜市？饶舌夜市。某某没有 freestyle， 我也没有 freestyle，freestyle 太难了啦。哎呦，不要。第二，这样看，劳合夜市我好像去过。某某没有 freestyle， 我也没有。劳合夜市是在台北的那个，是吗？中山，对，我猜对了。不要，我不会，我不会，不会是。C C 看起来不像嘻哈的样子。我刚刚差点念 CC， 看起来有嘻哈的样子。露露也可以很有嘻哈的样子。肉排娃娃不是啦，它是猪排。我有去过，我有去过，就是。猪排，这个是炸虾，有西味，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你们怪怪的，有西味 ，rap， 好难，可是我很想唱，我是说我很想尝试看看唱。太好笑了，露露台好欢乐，还好吧？我怎么觉得还好？因为露露班就是一个非常欢乐的小朋友，自己讲。讲个笑话，大家哪会嘻哈？他们都点点点。雨晴昨天一直讲食物太邪恶了，露露那天在讲食物，然后被人家说这个是食物配信，嘻嘻哈哈，哈哈哈哈，不要，我不要，不行，每次都这样。不能我妈留着，不能每次都有糖糖，这样不行。这样不行哦，不给你吃糖糖，哥哥，我不给你吃糖糖，偏不给你。好，五十分了，点点点，他们每次都这样点我。每次都这样，我们是分的，我们来念排名。为什么这里的排名都少了两个人？手机坏了。渐渐笑什么？渐渐你在笑什么？哎、欸，哦，没事。哥哥要啤酒。好，我们从第十三名开始念。第十三名是六六六六六，你的名字真的
好六啊、哦！然后第十二名是第十二名，我的笔消失了，可是又没水。哥哥，这里未满十八哦，这里未满十八哦。这样不行哦。谢谢你，八八八八八八八，笔没水，哭哭。然后再来是第十一名是 Yuka， 然后再来第十名是猴子，谢谢你。然后第九名是幼师，谢谢你。然后我要看第九名，再来是第八名是米。我要这样讲吗？还是爱心米？爱心米，我这样写好了。第八名，谢谢你。然后再来是第七名，是阿布桑的毛怪，谢谢你。然后第六名是 TP48， 然后是苦尼国宝。谢谢你，我会念的，然后再来是第五名，这里看不到。第五名是，哎，是吗？林彦俊好帅，谢谢你。然后第四名是米，谢谢你，大家都米。然后第三名是高桥城肉丝工坊房主，谢谢你。然后第二名是 Jack， 谢谢你。然后第一名是高桥城首席肉丝团长，谢谢你。 Jack 你没有改片假名，你没有改到，我以后念旁边的时候不要跟你讲，那你就不会改了。可惜，54分了，时间过得好快，怎么感觉一下就过了？咻咻！不知道时间是什么。下一次直播时间还不确定，确定了会再跟大家讲，好不好？54分的，今天开到10点耶、yeah ！为什么我呢？人不见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こんばんは、はじめまして。私は TP48 期生、ロロです。16歳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This is my Insta. Please follow me. IG 很久没更新，好啦好啦好啦，会常更新的啦。雨林不在啊，哭哭。礼拜一雨林有来，雨林有来。好啦，会跟的啦。好啦好啦。小鬼，雨林，我也想要雨林来看我。我会提早跟你们讲的，我会在 IG 跟你们讲的，好不好？很不好。我要再去买10支白板笔。
每次直播都弄不见一只，而且我们家的沙发会吃笔。等一下找一找，可能就在沙发被吃掉。你好，こんばんは。はじめまして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你好，你好。渐渐，我真的好久没有看到你了。我在别的地方看到你而已。被俩包没有啦。因为什么？那个为什么会卡住？会不让你看我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只听了声音，画面会断。渐渐是猫猫，可是他也会来看我。可是重点是我的会断掉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人很好的，我不会跟你计较那么多。没有啦。露露人很好的。渐渐独推默默，默默赞。默默生日快乐！虽然已经过了。生日快乐。你去雨晴那边也可以抓到，杰克也是去雨晴那边可以抓到。这件事某某登机抓星星，抓星星，他都带你们去摘星星，雨晴都开飞机带你们去摘星星，摘星星啊，只看肉肉，害羞。神推雨里面看，你可以出现了。这个，上星星几，哭哭，你们重新下载。我们刚刚在讲雨晴都开飞机带大家去摘星星。雨林有时候会出现。好想雨晴。都不想我。没关系。没关系。明天看，明天去看雨晴，明天去登雨晴的飞机，然后去雨晴那边摘星星，然后要丢星星给他哦，好不好？丢星星给雨晴。哪有？用星星丢雨晴，用力的丢他，快点。用力的，雨晴，我是雨晴帮帮主，请支持我。好，我时间到了，拜拜，大家拜拜，大家拜拜。先看到三点钟，你那本人哦。拜拜。露露姐，什么东西啦？我想看。拜拜，辛苦了大家。为什么要转推露露姐？拜拜，爱你们哦。期待下次直播的肉肉。
会是什么肉呢？敬请期待。拜拜。